假装要和男友 A， 看他什么反应。又买了这么多好吃的呀？对啊，都是你爱吃的，奶茶、面。那个一共花了多少钱啊？九十。哦，好吧，那你吃的比我多，我转你40好了。看你又想整什么友谊？怎么了？毕竟我们才在一起没多久，我不是想着给你减轻点负担。哎，你干嘛？我给你买了这件衣服呢，这些包呢，还有你手上表呢。你是不是得了狗 A？ 也不是不可以。危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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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久不见，没看到我出现，再次回到你。十一，你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？今天不是周六吗？还有呢？没有。哦，我爷爷跟我朋友吃饭，我去说你。哼，十一，你跟谁出去吃饭还要准备？男的女的，你给我讲清楚了，我不管。我让他死。我给你准备礼物。你这好，死你了。你看视频，一个人调那么大干什么？很好玩，你看看。我不看，快出去，我来不及了。你这就走了？对呀、啊。他们追我了，你真该生气。男的女的？男的都有啊。我不管了，要去。你没化妆啊？嗯。没化妆怎么了？我素颜也很好看呀。素颜，走。哎，你脸上好像有什么东西。我看你今天就是想扎我扎。我素颜，我脸上能有什么东西啊？你看一下。哇，好多钱。哇，谁给你准备的红包啊？是你，是不是你给我准备的？你开心吗？开不开心？开心。给我你吃好吃的。好。我有包包的后备箱，你帮我拿一下。好的，我马上去。哇塞，十一，你什么时候准备的这些啊？你甭问我什么时候准备的，喜欢吗？嗯，喜欢。那以后每个七夕节都可以给我。愿意。当我故意找男朋友茬时，我拿张纸来。我是你的什么人？让我帮你拿张纸。亲爱的宝贝，让人家拿张纸呗。人家？谁是人家啊？我帮我拿张纸。我们之间在一起那么久，终究要分给我了是吧？我擦衣服上可以吧？你看看这么好笑，好笑！你为什么现在才来给我看？我是不是才看到吗？你不爱我了，终究还是我一个人扛下了所有。你这是不是皮影？今天试试抖音学到的假装和前男友偶遇。还记得这家店吗？你当年第一次发工资的时候。不是吧？怎么这么巧？我这一次终究还是来的太迟。你跑啥呀？你怎么停下公交车来了？那个，没想到我能够在这里遇见你。什么？遇见我？你还记得那家店吗？你不是说你没有厕所，我去上个厕所啊？你当年第一次发了工资，就在那家店给我买了吃的，你不记得啦？有吗？没有啊。有啊。是不是大庆？啊！又站主播。